你完了！妈的，别闹！现在草地烈逮谁谁就要给他上电视了哈，我看看这波能不能上电视了。我有晕了，小鸡动拳就是，太漂亮啊！直接干掉。有些虚晃了，投射盘，但是有点远了。好，涂鸦，这一波想预判对手，刚好第二时间出刀没打中这个特灾，漂亮，虎符砸中，再砸你。开场就是暴击了，后下盘跑不掉啊，想 AB 掉还是被打。好，软连命中，直接尿死，可以的啊，刚才已经达到上电视的水准了。再砸麦洛洛，砸麦洛洛晕了，点火倒气了之后，哦呦，死机连点呢。好，点赞接着看，小鸭被修了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修回去。这小位置，我去，这反应有点快。好，黄瑶有声飞踢，再黄瑶想打起跳。好，继续黄瑶打康追击，嗯，升龙漂亮。逆向防得不错，抢一个重拳拉后，再次干扰。好，多了头 AB 者中了啊，进前接重拳的任务要打晕蓄力以及大神 T。 好，继续点赞继续看啊，这成了六，想要玩小鸭，小鸭哪那么容易玩啊。嗯，圣龙不中，重拳夺了头，直接晕了，跳起重拳，再一次起手式。好，圣龙结尾。草地这个角色挺好的啊，可惜了他不是五强，上场率也不高。哇、哦，强转，舒服，晕掉，滴血，好，就这么干掉了。不过草剃这个角色应该是很多喜欢连招的人的一个情怀啊，喜欢玩连招的，喜欢看动作帅气的就玩小草，喜欢赢的就玩八柱赫之类的猴子啊，看你的格斗目的是啥了，玩游戏的目的是啥了。好，偷到下盘，下逼接战 A 无视，等啥？哦呦，这一波倒打一耙。张一个，好，小弟踢中，正反向，猜错之后直接秒了哈，厉害！好，关注小学不一招，丢。